弟兄姊妹平安，让奉主的名祝福你。今天经验，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怎么样加给我力量呢？圣经上说，出于神的话，每一句都带着能力。神的话是有力量的，因此求主帮助我们一起渴慕神的话。为什么要渴慕神的话？因为诗篇第一篇说，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。什么是昼夜思想？只有你爱一个人，你才会昼夜思想；只有你爱一样东西，你才会昼夜思想。求主把那个对神、对他的话语的爱放在我们里面，以至于不是有啦，我有读圣经啦，我偶尔有读啦，我有空就读啦，有啦，我每天都读一章，还不只是这样。这样有的时候是律法，这样有的时候是规定。这样有的时候也可能是，哎呀，不读我不安心，或者我读了才有祝福。其实，爱都不是这样。爱是没有人规定，可是我就想读，我就想跟他在一起。好像我当兵的时候，哇，很辛苦啊，身体很不好，被操得很厉害。但是有一件最快乐的事是什么？接到女朋友的信。女朋友写信来，真的很快乐哇！放在口袋里面，出操一点点空档要拿出来看一看，看一看那封信，真的看到后来指头都已经软掉了，字都阴开来了，还在看，还在看。旁边人说：“哎，你看什么？看了100遍了，还在看。”我就跟他讲说：“你不懂，因为没有谈恋爱。如果谈过恋爱，你一定知道，那个不需要女朋友规定说，寇少恩，我写信给你哦，每天看3遍哦，照三餐看哦。”不需要规定，我自己就会看，因为爱，因为爱就会昼夜思想，就会渴慕。圣经是什么？圣经是这一位独一的真神，他所写给你、写给我唯一的一封完整的，好像情书一样的启示，他在对我们说话。求主增加我们对他的渴慕，对他的爱，以至于读圣经好像读上帝给我们的情书一样。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吗？主啊，我向你求，今天给我们一个恩典，增加我们对于你话语的渴慕，如露切慕溪水，好像八福里说，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必得饱足。主啊，世上没有义，只有一位，就是你。我们就是饥渴的渴慕你，因为渴慕你，因为爱你，我们渴慕你的话，我们昼夜思想你的话。主啊，求你把这样的爱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。谢谢主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我要认真的祝福你，但愿今天你打开圣经来灵修读圣经的时候，不是做功课，不是尽义务，而是爱。上帝祝福你。
你时时帮助我，在我里面没有怀疑惧怕。耶和华，你慈爱扶助我，你安慰我，就是我欢乐。耶和华做了我的高台，耶和华做了我投靠的磐石。我遭难的日子，因为有你的相平安。耶和华做了我的高台，耶和华做了我投靠的磐石。你必不丢弃我，不离弃我，耶和华做了我的高台。耶和华，你时时帮助我，在我里面没有怀疑惧怕。耶和华，你慈爱扶助我，你安慰我，就是我欢乐。耶和华做了我的高台，遭难的日子，因为有你的相平安。耶和华做了我的高台，耶和华做了我投靠的磐石。你必不丢弃我，不离弃我，耶和华做了我的高台，耶和华做了我的高台，耶和华做了我投靠的磐石。我遭难的日子，因为有你相平安。耶和华做了我的高台，耶和华做了我投靠的磐石。你必不丢弃我，不离弃我，耶和华做了我的。Yeah.